雄，谁是大英雄？绝招好武功，问世间多少个能上高峰。哎，闲了，吃饭了。哎哎，闲了，吃饭了。吃饭了，你还不起来？嘿嘿嘿，吃饭呢？嘿，这死没死？他陷入深度睡眠了，这个猪。嘿，嘿，耶嘿，你还不行呢？你还不醒来吃饭呢？那个车子的事情我会考虑的。哦，不是的，我给你准备了一盒感冒药。你怎么知道我感冒了？刚刚你在展厅外面抽烟的时候，左边鼻孔没有冒烟，左边鼻孔没有冒烟。这样吧，我们现在去订车。好嘞。